看猫看猫被流泪话题，这样行吗？超帅 ，OK 了，反正正常的玩法，看我们死定了。好、啊，回家就对了，回家就对了。PVP 好像不是什么正常工位，好像是屌炸天那种。对 ，PVP 好像是屌炸天的工位。我们死定了！他们现在在小。跟他们介绍那个专业代练代说了。都行了，全部守家，全部守家。他们现在在小。我告诉你走哪一条？我们走那一条，那个很窄的那一条。全部要守家就对了。守家我们是驱逐，驱逐就是防守，防守就是驱逐。弟弟 play。等一下 T150会冲出去啊，不用怕。我本来是想说我们走那个超窄，然后屁股贴屁股，然后这样，全方面防御，然后再慢慢蠕动，是吧？全部这样子合成一排这样。重点是屁股，重点是一百歪，很软啊。对啊，没有，还有七百滴血可以让别人打，是吗？他现在有点笑死。你看 T150 要冲出去了 ，T150 要冲出去了。妈的！他现在一定笑死了。来福，守家，同学，看你妈！啊，按错了，看你妈的！你已经讲出来了，你已经讲出来了，口误啊，口误，不好意思，哈哈哈哈，我按错八卦键，干妈的，你好呛哦！怎么有人那么呛啊？我们死定了！口误，我口误。啊，没办法。我还点过是口误。你只能祈祷他是那种从来没有开过游戏语音的人，他都关掉，不然我看他明天就不在这个公会。哎呦嘿啊！他检举我们公会100个人全部不友善。他们这好像没有不友善。我刚才错按错八卦键。哎，T50要去了啦，够烂的。就是他还没探到视线呐、啊，没有，他到底是买账号、啊，应该不是吧？他的那个战绩真的很好，他的 T5 战绩真的很好，你去看。他可能不会打空会战吧？他的单人战绩应该很强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萨菲龙，萨菲龙是的。看一下，我们这跪下有点怪怪的吗？他都不会打，试问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不帮我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说，哎、欸，其实我们自己有战术，他游戏不用讲的。看我等下出去把他踢掉了，妈的！他没归家、啊，不要踢掉啊！他现在在归了，他只是在归那个外面基地，其他在玩啊。没有，他起码把对面的位置都告诉我们了、啊。我知道对面一定是走非常偏进攻，这样就好了。没有，他们是归家。其实他在 RC 语音，他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他当友了。他其实一直在 RC 语音，碰死你啊，混蛋！好，中弹时间就摆逆角。我这样打不到人哎、欸！你打不穿我！哦、oh, 耶、yeah ！好凶哦！继续守！500多，痛死你！哎、欸，等一下有蟑螂刚才从旁边飞过去。啊！蟑螂！两客人，我也是蟑螂，真假的？我旁边刚才一只蟑螂光速飞过去啊！哦、oh. ，哎呦喂啊！别害怕。哎、欸，我这样会打到那个，他被秒了，打到阿提斯。没关系，千万冷静 ，hold 住。我就看着他屁股刚卡在那洞上面。Sorry。哦 ，SU 百 Y， 原来你在这边。哦不，你也没开炮，你这边不安全，我错了。啊，你这边不安全。我刚想说 SU 百 Y 走这里耶，我也要。有，刚动完这个。考虑的思想，他就身经百战摧残。看，我突然发现我驱逐好猛，我们完全被虐啊！大不了就我们两个都输而已。这个战术真智障，他们现在等人、啊，他妈集结冲一波啊！相不相信？冲一波我们就秒杀一波啊！对啊，拜托一发500、欸，刚才我看到540、欸，我们这些炮都是你超越本阶的啊！哇，540爆掉他、欸。看你妈你敢出来撕啊！我叫你回家，叫你爸。爸爸！我打不到、啊。动了。等一下，你们，我怕你哪不能这样子打。我好想去找一下刚才是蟑螂到底飞去哪里，我现在很不安。他开始秀，然后就冲我面前。
擦身而过，然后就直接炮了。他们在模拟战斗，他们应该没有模拟过对方是用全驱逐的，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他们傻了。敌方已造成混乱，敌方已经感到恐惧效果。他们内部应该吵得很凶很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。不要问我了。他们现在。他们现在都只敢跪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平手。平手就是赢，因为对面是 PVP 的部分。PVP 真的是变态功课，我说真的。hold 住啊！我发现这边的屁孩最喜欢找人家 PVP 也干。你是疯子吗？你还要当 PVP 呀？哦，不要那么计较，拿你当掩体这件事。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刚刚真的按错了、啊。我刚刚错发话键。他现在也没说什么，代表他过得很安心。你都检举而已啊。他现在心里一定充满了安稳、平和的浪漫的感觉啊，就像在家一样。我觉得他们会绕边哦，另外边应该是守好了吧？绕边就绕边，我们有 T 五，没有啊？他们没有人敢从，他们没有人敢从 T 五里面前冲过去啊。我们现在三方都已经守住了、啊。T 五零已经镇压了他们， oh, 他们不敢投资。So good。你讲话他们听不到啊？听得到。真假的？你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边啃西沙一边讲车。来 ，T 三七救我们的 T 一五零。好，他死了啦，中间需要人手啦，垃圾耶。嗯，好，我这次没有再拖八号线。啊，他刚才拖我头上飞过去，我看到。有人打得到他吗？我猜他等一下会出来，就是男人的直觉。那人好，你守那边，转个方向，我们继续脑波。我操！我死了。You will not。打死！要干死了！脑波，脑波。人应该集结好。嗯，我刚错失了中路，有可能会通进来、啊，不过右边应该是没关系。右边错失，刚错失了开炮机，对。他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些可爱的小门。喂，哦、开炮啊 ！I get her。看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不知道怎么办。刚刚有开炮，刚才秒别的地方没办法开。The mission kill in edge. Holy crap. 靠，被打。我们 PP 来的跑单呢。哦，中间。I see this， 我来终结他。哈哈哈 ！Say goodbye。哎。完了，火力不够了。没关系。好，现在趁我死掉的时候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出那张到底跑去哪了。第三期出来了。玉鸟。哦。4-4。到底是哪边在喷我导弹呢？我现在专注看着前方的路了。他们要忙的啊，现在也知道。
忙忙忙忙忙忙忙。人家中甲主动说他一定会超高。我是说。啊？因为雨很大。背后。啊。耶！啊，不行。Dead body stuck here。刚才你说什么？啊，去了，维尼，五分钟我们一定没问题。好，问题可大了。完了，看不到后面啊。去了。NT25啊。对面工位的技能应该赢我们很多啊，现在也知道。全区逐流，操你！至少前期一开始很瞎，哎、欸，拜托，如果 T150今天归在我们基地的这个位置守的攻点的话，好啊，我觉得前面造带给敌人的那个精神压力是蛮大的，他对前面的下。搞不好今天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工会，我们就赢，有啊，甚至普通小工会或许就赢，普通小工会应该已经赢了。我们对手可是 PVP 耶，破口，就决定了全区逐流采取下去。因为炮位一定是超越本阶的，对啊，每个都是砰砰，尤其是打金弹的 SU 一百万哦。人家 PVP 员工作不要每天都在玩这个游戏哦，怎么得了？那你是不是应该找那个谁？哎，有人跑了，就是刚刚那个、啊、哦，超级不合群的 T150。所以我们还在用 T 值啊！你就是你嘴炮靠边。对啊，奇怪，你嘴炮人家跑。我们还在玩 T 值吗？当然 ，Of course。啊，我们工位是只剩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明明现在有一堆人在线呢，摇其他人啊，不要只摇他、啊。烂炮了。谁去我们 YH 的工会拿一下的体力去一下来打小啊这样比较引人注目了。什么人？其实在示范什么叫严重歪楼。救我一命！给我看一下计算机。大雄好可怜哦。负一加二三乘二五，二十二乘二五，一百。这是根本没有一开始的数字。一千一啊！不是啊，这种是根本没有一开始的数字，你知道吗？我打一千一看看。再邀一次，不然我们就要六台驱逐上了。我们的阿耀已经发出了胜利的呐喊了。如果要打刚刚的规法，我要出自走跑来玩。
哎，这种话没有必要。哎，有人进来了 ，HM863。他看到我们在忍笑，会被我们吸引进来了。快拉他，在他离开这里之前。哎，那个 HOV 改成、那个。QO 的 RL175 加 RLE。正解。开去组啊！开去组了。没关系啊。走，开爽了就好。Every，every，every。傻笑。走啊！哎，那个 blue old 是谁啊？就是我啊。我看一下，再讲一次。现在我知道了。Remember it， 爸，你去哪打？谁在没有我们？我们就全部归基地那个凹槽。反正每次都是玩基地的凹槽就对了嘛，基地凹槽最好玩了。除了这个什么都不用玩了。真的要归吗？这场哦。上好了，好，防守。好了，我们手机地，鬼好吵、哦，真的。各位，我们找房子去住吧，那边应该。他们要切东西。谁要走哪 ？One in a nice 啊！啊！SU100万，当然要在。I did it, asshole. 哦，天哪、啊，这里根本适合我嘛，就一个小小的缝隙，然后一通草丛，好完美哦。哈哈。狙击点就位。Sniper, KB 85不要上来啊！我的房子。我的房子没了。哎、欸，你要过还是我先过啊？你先过好了，不然我们在那边一直扭来扭去，没办法。我等待。No, no. Fire the enemy！ 我打断了。继续。哦，好凶！看。看到了、哦，有人下来了。Imposition， 我打不到那边的人。我打不到，我可以打房子中了。打了嗨发了，扣了400滴。没关系，等他冲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接着再来个乘胜追击。我需要摩擦你一下。啊，不要了，太刺激了，好像矿难打过我吧、哦。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好吧。你们现在啥都没看到，打得到，我跟马克杯打得到。不过我要找野地，找野地。哦，人来了。打得到。哇哦！T3是85大管炮呢。房子爆了，这可不妙。这个妹跟你传一传。我操！不要！五路奥利奥，你是不是死啦？房子爆了，闭嘴！这台 OK 吗？不要，那台他现在没有上去，他们那边应该打不到，不然也打不到狙击。赶位置被打。小心卫军不要太后退哦 ，T385你屁股那边有一台。现在卫军成了新坦，他必须肩负了让大家看到全世界的使命。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阿俊。我需要转换阵地。看，我被打爆了。Rudy， fuck you！ 我可以把你尸体推下神。没关系，不要客气，他不会介意的。干！
呀！啊，去了，去了，去了！不对，他推我的，去你的，去了！再前进一点啦，不好吧？你可以拿他当掩体，要把他推下去。也是哦，这我觉得那时候突然觉得他很挡路，完了。Shit. Yeah. 啊，我们没有演啊，一直被死了。你拜托，演技不错啦，我都下去了。不是啊，应该是说没有人 cover 演啊，因为仲坦也在黑枪啊，仲坦跟去孤独一起。解决他，解决掉他，好史诗的画面。哦，敌人击杀了敌人。不过对面都残血啊，没有吧？只能说残血对运气好啊。啊！我一开始选错掩蔽物啦，选到一块破房子，摸一下就爆掉。就是靠侦查的查，七台全部都我发现的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打机动钮啊，不是轻弹的，打机动钮、啊。好，机动钮。中坦优先哦，哦，我要看克伦威尔吗？中轻坦优先，中轻坦我不决定，没有车就算了，不抢球。阿瑶又玩 BK 二八，你还速度不够。好，我们大家换跑快一点的吧，不要再玩伤害流了，我们来换点 style。我好想玩 M4A312 哦，你看他们全部都 M4A312。我没有玩条线，你想玩就玩啊，随便。我那条线我才三阶。Chubby 啊 ，Chubby。大家好，我是公主，我是江边的。就 W0916866跟 V5185那几个，用打字啊，叫那个 Jacky 换字。帮我打字，我现在不能打字。我现在不能打字。我现在不能。我现在不行，聊天伺服器。先不要开霞飞啊，我们先以六阶为主，两台 M4A 三 T 了。Hello，Jacky，Jacky，Jacky，Thank you。哦，他有了。为什么大家都不能打字？是按准备就不能打字了吗？有吗？哎、欸，我不行，我怕我现在放掉准备的瞬间，然后魏军就按一下开始游戏，然后就结果就跑出一个 bug， 变成一个人家变成真七个人。啊，这一场怎么看就是叫我们跑线啊 ？KV two， 嗯。这场啊，我们打数公流。直推对面野区，如果对面没有走野的话，我们直攻家。可是 KB 把我三连攻，不知道数据够不够。清坦注意一下，看对面是会集中走中间，还是集中推三线。如果推三线的话，我们再从中间切入包夹。对，中坦一开始要跟你们逛野区。还有集中哦，集中哦，集合火力啊，走一起。
怎么感觉除我们四个在一起玩以外，其他三个变成另外一个新的团队啊？没有，其中一个在挂机嘞。听到我？对啊。哦，阿西听不到。好，我们要开那么快吗？我有点怕，等一下。左房子后面站吧。小心 KB2。全部，哇哇哇，归家归家，他们归家。打到你的履带而已啊，死娘炮！哎，切屁股！马克，先后退一点，我怕你会被 KB2 秒掉。We're done for. Everyone, get out. 我们那时候包上去是会比较有力啊。哦，挂机的来了。现在这一次的 APC 的 ，APC 的变成四加三的，不是一个工会啊，是四加三啊。可是你想，你想，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分成两队的话，我们是已经赢了，已经赢了，所以没关系，赢的。真的，这还不是我们控制的。哇，努力一下啊！这样这样，赶快走起啊！呀，他们到底有没有开游戏语音啊？还有，其实怎么有人 YouTube 装那个 E6 的炮？应该已经过时了。万年前的我，看来人好，有人的 YouTube 还没有那个，还没有长大。啊，他死定了。谁可以帮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开游戏？不能打聊天呢、欸。为什么啊？那个东西。那就工会直接工会评论哦。在腰踢死下。有开游戏语音，啊，直接传私讯问他们就好了。
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人家跟我十七个人站起来，真爽。哦，那还一百五，来了。有人进来了 ，A 什么的。完全听不到游戏语音，你们在讲的声音。其实我现在怎么不打那个？我现在怎么没办法讲在游戏讲话？你按大按 Q 有吧？宝宝，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有，真的有吗？哎，有啊。你按 Q， 你按 Q。有啊，有啊。哦。没有，我在跟他们讲话。这个泰克光好像是不会玩的哦，克伦威尔，中泰王老，吼吼，这个一样，我们看用机动流先抢下 D1， 集中走，记住不要切对角线了，不然这次视野比我们好。集中走 D1 啊，不要分杀。对面是克隆威尔，是已经走野了，我觉得。不，野区他们就有机动力啊。记得不要太切中间，不然会像上一场之前第一场第三期一样，我们会在中间被切烂。我们要走边边。靠边边哦。哇！帅哦！别让今天炮火来袭哦！没有，刚才泰普六四的飞跃太猛了，哦，还有吓到。因为你们那边就已经开始被黑枪了，我们就怎么办？哦 ，MVA 三一八跑好快哦！两招归来阵吗？等下不要走太快，先等我们到，不然我们没有火力支援你。记得不要过半，过半后我们就支援不到了。OK， 我知道。天啊，雪漫爬坡真的是大片。在这里等一下吧。那先去看一下视野啊，就瞄一下，瞄一下就好。我冲过桥好了，看他们在哪。用先冲过去、啊。你过，我告诉你过桥，你看到了，我们打不到。太远，我们这一台就接着。没有包围，但是打不到，然后你就死掉了。你死掉后，下一次的包围就必须另外一个人来了。哦，战基地。靠，他们竟然走这个。所以我现在对吗？就加。DK 跟 Type 都回去吧。哦，我说的是清坦的 DK， 哇，好像来不及啊。不太多了。随便往家里扫。啊！没中，来不及啊！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吧，算了，这场没损失，快速结束一场。我没损失，我被打好奇啊。
那个。他可能会预计我们也会走城市啊，因为我们其实一堆 M4A 那一支重型慢的车辆。我觉得还是玩快一点好了。人好，我觉得你还是玩快一点好了，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风向不是装甲的嘛，现在这个风向是因为 T6 厂的风向是以机动为主的。这样子有人在玩抱在工会坪邀个人啊，邀个人，然后我去一下厕所，邀一个就好。王一翔，你先把指挥官给我们其中一个，等下你回来厕所，我们再把你给回去。我真的需要吸收一些会上下吸的人。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工会少一个人哦？本来不是100啊，都变99了。阿仔。委托你们，我好意思要去跟你们分享，但我又我现在是千变万变，等好哎，但等一下就差别了。嗯。来话我终于差别。哎呀。哦，都没人了。他们来了解这样。六个人也是可以很补的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、啊。到底谁打六个工会啊？阿仔管他的，已经成为历史。他的异教徒，但他是叛徒，他也是叛徒。好。哎，走吧。我们哎，要不要打开六个人？六个人会输。六个人，我们肯定换个阵型吧。没有六个人，就算脑冲也会输。六个人就换防守阵型。而且我们现在工位人那么多，尽量凑满再打。来玩这一台。咻！如果有七台 TOG 的话，搞不好都弹药全打完都还打不死。我们有谁有 TOG 啊？七台 TOG 最怕还是应该是对面这种七台轻坦。对啊。七台 TOG， 然后大家要把中间那台 TOG 保险，那台 TOG 就不能用他那管炮。哇！哇！哦哦哦！终于有人来了！邀他进来，邀他。他是长老。啊？长老。
我记得那个 CS 是超级涨到，他加入历史是2014年3月，他是涨到。我说好啊，现在怎样？又要来玩全部那个？没有。真的要吗 ？OK。那就是没有，人家全看真人物啊。真的？他出驱组哎、欸，啊，我们要全部出驱组吗？不要全部出驱组吧，不好玩。出驱组出脑部没有打法。好。OK。我就觉得要像早上一样这样打机动流比较好玩。我都开机动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对面应该走翔。嗯，所以要怎么走了？哦、oh. ，我们速度够，走这个峡口，从这边过来。过去哦，如果没有看到人的话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听不清楚哎、欸，好小声、啊。没有，你去语音里面把语，你去按 Q， 然后把语音那边开到最大，大声的。你自己的音量也会影响别人听你的，你听别人的音量。啊对啊，我已经用很大了。没有，是跟马克杯讲，不是跟你、啊。我看一下语音聊天音量，哦，我调70啊。对啊，把它调到100哈。刚撞墙。尽量不要分散，不要跟丢啊。我撞墙了。没关系，你还是在我们前面。喵，前列车，前列车，喵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到了，我跟玉瑶两台在那边。快速速攻，速攻包起来。哇！遭遇战，遭遇战，遭遇战！干！你们还是被包弹弹药架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克隆威尔 B 怎么一发到打死的？哇！是上高爆可以这样哦？是没有到那么痛吧？一发秒杀也太扯了。没有，我是先被打掉100多了。哦，背后有偷袭啊！第五一来。这不用管啊，客气啊客气啊，我们这个阵型遭遇的时间不对啊，真的有啊，有我气啊，你要把那个给你吧，我怎么知道放在哪里，为什么会有克隆威尔 B 这种车？买来的、啊，商店，对吧、啊？之前那时候好像在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站的时候，就推了克隆威尔 B 跟几台车。来，放一起上啊！没关系啊，不挂名字，反正会放到你位置。目前是没有位置。Just go。准备吗？集中走啊！全部齐台的集中走啊！刚刚分散了，所以才被歼灭啊！刚刚我们刚好在分散的时候，然后被敌方遇见主力部队啊，刚好
我们在分散的那一刹那刚好遇到主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不及汇合，所以才被两方歼灭。刚刚那队，对，没关系啊，报仇啊，不然。我们的车的话适合走地右边地图那边，走左边我怕会被 GY 那边的人烤死。好，从这边啊，对面应该也是啊。集中火力啊，互相支援。切阿小，干你娘！我操！退一点啊，退一点啊，因为主力部队啊。Ready to fire. Let's find another target. 那不就是小心你的左手边有。Target unlocked. 啊，这角度不对。海虫啊，不要越过山啊。角度不对啊。僵持一下，僵持一下。T50。应该比较偏防守这样的，我们刚打太突进了。跟你讲，就是有一点，我们刚真的是耐不住性子啊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刚刚我们打的完全不够沉稳啊，一个一个都往前脑冲啊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在打的冷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不会那么惨。刚那场就是不够冷静。欸，等一下，我先去另外一边跟别人讲个东西，讲事情啊！你们等一下就有点晕掉我。什么意思？听不懂。我去跟别人讲一下事情，然后你们等一下叫我时就用游戏语音叫我。所以你还是要离开啊？对，暂时离开 RC。是谁要讲？直接叫过来在这里讲。离开 RC 啊？嗯，是另外一边的啦。反正你们用 Q 讲，在你们一样用 Q 讲，然后我一样用 Q。开始了。可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干掉了。放心，我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屌什么，这已经太清楚了。冲中线，冲中线，冲中线！直接冲中线，往对方基地冲。青坦先带头侦查，中线战术。不用先回合。
那个跟上面糖一样香。哇，好吃的。Let's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。羊都集中走啊！我应该直接冲过去吗？冲过去，因为他每次机动战术。Permission to engage. Enemy armor is damaged. 他对面动向，对面应该是想走山，走狙手。他们不回防。来来，速度，直接攻击啊！要站家还是啥？往上冲！啊，几个战枪，我们逼他下来。了解。我规则也逼他下来，有个三台在里面死战，其他人在外面卡了，我们很快自己就找到人。啊！真的，回来！后援部队快过来阻止他们。睡，不错。这张地图往中间脑冲的胜率其实超高的，真的。又有一个进来。哎，等下，那个我让他打一下，我先。阿仔，灯桃也没有回来呀、啊，对，这下攻无寡顾啊，他在讲啥、啊？现在是。现在啊，准备开始啦，就这样打了。好啊，那个 CHD， 你可以先去玩自己的，没关系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你就等一下，我们确认就可以进来了。感谢你的配合啊。还在屁话中。OK。那个谁啊，四方哦。释放着不开 RC 啊哦，准备啊，下车可以准备啊。不要以为骑酷龙就可以嚣张，不按准备。你有爆音哎！大家都知道你因为御窑翻车，你真是爆音大的。还有。那个 AA260812AA。警告你，最好是登录你的 RC。哦，不错的组，对面。至少我们从这里啊。然后如果冲下去的时候没有成功侦察到对面部队的话，我们就是往上走啊，对，这里进攻。抢水啊！对，这抢水啊！水啊！一样啊！大气阿邦要不要开语音？你去。
太煞气了。肌肉太粗了吗？还是那个孤魂太粗？孤魂太翘。如果看到人的话，一定要赶快往对方敌方基地行动啊，因为对方也是机动流啊。怎样呢？你可以使用拉西吗？不会选的。咋？台南怎么用啊？台南最近怎么用啊？那个那个坦克里面的语音法哦，语音法哦。不用坦克是里面语音，真是啊！不要打工会战啊！他们在打工会战，我刚才在打，要用六阶车。对啊，所以不错。孩子问我，速度快的往对方家基地先踩先引，先踩先引。哎，声音怎么那么小声啊 ？Q。对啊，玩猪不是不是声音啊？喊你的那个。你的那个游戏里面的啦，对啊，所以有声音了。哦，招掩护，招掩护。我们在你会，我们在你出会，在你出会。应该是有吧？不能是占领基地吗？不对吧？赢就对啊！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啊？我们这工位优势。每一场的更新就是战斗，10场9场都是我指挥的、啊。你们打几场可以讲？我们胜率多少？是平手哎，这样会平手哎。错，我们赢了。啊！平手就算了。啊！你又不在场。把我带在基地圈里面，你看到吗？你是玩哪一台啊？你有玩吗？你谁靠背哦？我不是在指挥的。哦，你是七号，我刚以为是狼尾。平手啦，你看。换退掉啊！你居然都没过啊！啊，狼尾是多少？我怎么忘记了？六。哦。所以我刚刚里面的那间发话，你们听得到？可以听得到啊。哦。不要瞧不起我们 YH 啊。只是那个 Blue 会报应。我在质疑我们 YH 的任何一点啊，关于战术啊、胜率方面的啊。那个是安德啊。你在这个工会里地位可能不保了、啊。你知道我们现在人数有点爆满啊。现在正想要肃清街人员。抱歉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干嘛打工会战？干对面的克鲁威尔是三小啊！工会战是为我们全民的福利而打的。哎、欸，对面的克鲁威尔这样是要打懒趴哦。哦，那我们打坦克的部分打懒趴。打谁的？不要太大力啊！克伦威尔，这场以占领这边为主，然后青海先看一下对方是走外面还是走城市。如果我们走中间遇到人要一样往对方的基地快攻。Where are you? Move out.我好像在欧耶，哇！赞！我跟他妈战队，跟他妈战队，我几十个 TP 了。我是故意的，想掉。走集中一点啊！走集中一点，不要落单啊！我这样算落单吗？我怎么没听到魏俊的声音呢？他们明明就是在恋爱。清坦快一点侦查，反正可是我有听。
白白点对面，白点对面，黑枪姿态。还有一个 Type 六四哦，马克杯哦，我看我 KB 就是三。有没有贡献良多的良多的感觉？一个在放飞的，呀，集中。碎碎碎，来往敌方基地，往敌方基地，几台轻坦留意我们家。哦，人回来了，人回来了。看到对面了，人回来了。对面来了。兵哥！啊 ，no no no！ 好不错，好不错。冲我包夹 ！No， 那就碎碎碎，包的好。第八十。那个 AA 260812AA 同学，经过多次的判断，那个你的队伍伤害攻击这方面需要内带加强，还有你对于 YH 这个工会的忠诚跟执行度。他在制作坦克机械手臂后面给了很多的帮助。怎么啊？其实我一句讲话，我一直听不到。那个你会爆音。啊？Blue 会爆音。对啊。我先离开一下，我晚点再回。现在爆什么音的？他一直在爆音啊。你以为你爆音就可以当爆音未来吗？要把 CHT 叫回来了。欸，有人啊？他是说他不打哦？不知道啊。我晚点再回来，我晚点再回来。天啊，这种超爆音的。哦，有个人来了 ，Wixberry。欢迎啊！哦，他有一二 T 二一，不是有一二 T 二一 Kate Jackson。哦，他一堆六阶车啊！对，你的六四是现在是目前技能状态是如何？技能？八十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才84而已。我一直想说，是不是没有用100的，好像感觉有点戳，但其实还好。欢迎欢迎。OK， 那个 K1 会过来我们 RC 房了。
那 K 是不是那个 TCQW 那个？我拉下来。哦。选好就可以准备啊。然后战术就是要走一起啊，集中一点。欸那个你要不要问他能不能换青藤？他有提而已。不太换。对了。不错。他说他没玩过，没关系。哦，少见的重坦队。哎呦，很久没有出现这种了，这种是。从这种是手摸的打法，这种坦克，从万斯被拿掉之后就很少见了，就没了，对啊，就死了。有啊，曾经以 T150流活过一阵子，但是就死了。我不知道日本这款出会不会失败。日本这款这场啊，一样，我们先从这个峡谷啊，先从峡谷啊，峡谷左边还是右边？比较靠 A 1那一边。好。要集中走，不要漏弹。然后不要随便翻越铁轨另外一边啊。秦南走前面，帮我们看一下眼啊。哇！大家都摔倒了。没有看到人的话，直接往红旗移动。但是注意，对面是重坦组，可能是龟加战术。哦，走上面。哎，没有，他们是走山。要绕回去吗？哦，哇！小心一点。完了。退，接近峡谷里面。这样我们不利啊。被重坦捏，该怎么讲呢？算是因为他们重坦跟中坦，他们原本也是想要攻山，但是因为他们重坦会跟不上中坦，所以导致中间他们有脱队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刚好从脱队中间一直穿过去，就像是我们自己要跳进他们的包夹陷阱一样啊！这是我们的途径走位失误啊！这是我们的走位失误啊！好了 ，AA 跑了，不用那么自责啊！真的不是你的错啊，可以不来没关系啊。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都有犯错的机会。十二梯会比较好吗？改变都是可以容忍的。你让你做的不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努力了。我们的本身的方向就已经有错误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赢呢？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目标，欸、没有下列明确的话， CHT 怎么会赢呢 ？CHT 又跑来了。那个 CHT 是个勇者，他是我们的长老啊，他真是长老。好，他跑了。CHT 是长老，我很看得起他，因为我都要一家。
阿瑶听得到吗？阿瑶。哦，也是一个纵横。霸气阿邦。怎样？啊，我们的，我们的旅行现在是桥如何啊？怎么那个我都 OK 啊？啊，那个阿豪，是桥什么事情？怎么桥到现在啊？他没有跟我桥，他只是跟我讲一下而已、啊。又开始了。这场、哦，走野区啊，走野区。走野区，野区没人，直接站家。我觉得重点是那个吧，日期吧。什么日期啊？啊，对啊，我都 OK 啊。就一号还二号啊？我三号四号不行。什么一号？九月一号？废话。一号或二号吧。不排在八月。不行啊，要工作。哦安政什么的要去留到工作啊，不行。那是无法。工作。对呀、啊。爽放假。干不能。呀，这样集中锁。应该是走这些啊，没错。Target acquired。仲裁，仲裁，你会躲那边哪？吃亏了。Where'd they go？ 所以黑塔。其他人从另外一线包夹。可惜啊，可惜啊！我靠，刚我面对三台重弹，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我该讲什么，我超安静的，认真的输不出啊！哇塞，真的是魏军，真的超强。
他又跑来了。好啊，看来我们去玩三排好了，不要再打这个三脑袋啊，快累死了。